耶稣站伫城墙顶面咧流屎，透过千载的雾，伊会看到耶路撒冷的城。伫恬静中，伊想起最侪前辈的正先知，一世纪过过一世纪，因传讲尊贵的应允，一摆过一摆，向世间人发出。总是伊的声音，却常常予万分甲恐怖的声音音频。若亲像父母少年一个失礼的囝儿，伊的心气差，爱要将伊的百姓住进伫伊的身边，亲像一位忠心的牧者照顾伊的羊群，伊爱要托因伫伊的面前，伊的恩典的双手要保护伊。当日头已经出来，在伊的面前就是通到耶路撒冷的路，伊就起行，真清楚伫头前的路是一条用忧伤痛苦铺出来的路，但是却充满着伊大疼痛的路，一定要到敬拜神的所在，对因搁一摆传扬上帝的应允。上帝的真理绝对要搁一摆伫圣城弯弯八弯的路中传遍各所在。对于疼痛热心的目屎中，伊看见侪侪人要来迎接伊，众人手也沾手机，那也那对伊发出恶怒的声。伫迄个时阵，众人已经看见一个大光。因也赶紧来要迎接所盼望应允的君王。
伫垃圾迄闪死的楼顶，要收盘过阵。伊迄个低微的线索，万王的王，就是迄位画面的创作者，为着伊所创作的人的家庭，要甲因洗脚。伫遐上做一件，正做一个萝卜，对伊的朋友显明痛的真相。
伊常常通家己伫遐祈祷，也是伊所创造美丽诶心中安心得着。我过做晚餐了后，耶稣甲伊诶门徒搁一摆行过花园门，伫恬静诶橄榄树下，因伫找一个安慰甲避难诶所在。暝深诶时，花园中树篮诶阴影也较侪微。伫黑暗暝中间，耶稣心肝痛苦，跪伫地上。温度却拢困起来。伫恬静的暗暝中，耶稣求讲：“爸啊，就让这个杯离开我。若有别条路通行，请你将这个苦杯刷开。”伊祈求的声，赶过山谷，成做忧伤痛苦、孤单无伴的回声。当伊流血汗，搁跌落伫土里的时，耶稣的心含放伫天父的旨意，伊就将家己的心献伫上帝的护照。忽然，伫远远闪烁的金星，却变作凶恶的黑白。犹大带一队罗马兵，冲入去花园内面，召集耶稣。耶稣站起来，面对伊的命运讲：爸啊，愿你的旨意得成。
耶稣受掠到罗马总督府，站伫总督本丢比列多的面前。虽然比列多找拢无正当的理由通拘押耶稣，但是伊却屈服伫大阵掠狂的群众。因喊话的声，却逼比列多将耶稣交伫群众的手中，把伊抓去，要定伊伫十字架。耶稣予人对总督府带出来，受到鞭拍了后，因阁强迫伊背起一个真重茶罪的十字架，行伫弯弯的各国坦山路，到伫一个叫做头壳碗的所在。就伫遐，伫迄个城墙的外面，基督已经受到凄惨鞭拍的身躯，就受钉伫斩钉的十字架顶。当上帝羊羔伫要死的时，真奇怪的天经，大满全地。救主打开伊的双手，用伊无比的疼，将全世界揽到伊的面前。每一句天声所讲出的话，拢在宣扬下面甲彼岸。武汉的文件对伊的心肝流出来，是暗色的英文，打进当了十字架四围打锁的所在。在黑暗中，耶稣嚎叫讲：“爸啊，赦免你！”今天用雷公四呐来回应伊。总是十字架那亲像踩伫关大的高塔头顶，搁一摆问你甲对无好？遐古早的伤害已经愈合，罪恶的伤痕已经永远消失。因为有记载讲，伊实在担当咱的忧愁，为咱的苦楚，伊为着咱受伤，伊受逼迫，咱得着愈合。Thank you.
Even as he was covered with the sorrows and grief of a sinful world, his heart broke for Mary's sadness. In his compassion, he asked John to care for her. As Mary watched her son's life ebb away, she remembered all the miracles and wonders of his incredible life. Held him as my